选错啊，就选错。没事没事，别安尼哦，为着表叔呀，我拢无要食饭，安尼袂用的啦。三顿来少时食，哦，安尼身体用歹去是安怎？哎哎哎，无紧无紧，袂使用话，你安尼力伤重，用点的，力较轻一下。哦好。哦，对，这种感觉，对，你爱抓这个手感，哦，对。就是呢，我安尼看起来甲原本的根本就是一模一样啊。人咧讲修复旧家具吼，功夫是百百款。啊，看讲这个家具损害程度啦，甲修复的这个进度，咱再来评估。参照讲，即摆文钦将这个钱柜啊，用仿造的方式要去甲修复起来，伊总想法哦，实在真牛。在，那适当哦，用你教我手艺，啊，搁加些哦。都拢甲保卫转去，爱对我修理阮家迄老家具的梦想，意义会搁较重大。只是安怎？阿文仔，你嘛了解，阮肯定想要知影委托你修复这个珍贵的客户是啥，阿明达拜托你甲伊讲啦，拜托。是啦，仔，我是想讲哦，甲这个客户讲看卖啊。看我都把这个柜子买到回来无？好，迄个小吴头家吼，讲你文清这个人实在是真正有够固执的啦。哈，我唔敢甲你保证啊，但是只要你认真修复这家钱柜啊，好客户看到你的诚意，到时阵要讲吼，凡事你都好好讲。但是你会记得哦，唔通我闹气呢。我知啦。我绝对袂使，阿公唔好闹过，你放心。哎、欸，我有买点心呢，是永丰迄间哦，上有名贵的米糕粥。来来来，歇睏起来，啥物件？好，来，坐下来，坐下来。免啦，恁吃都，我咧忝啊，我先来歇睏一下吼。恁坐，恁坐，好。再上镜哦。嗯。啊，你想做？啊，你想做？无代志，无代志，可能腰过头啊！哎呦，来，坐啦！别安尼哦，为着表叔呀，拢无要食饭，安尼袂用的啦。三顿来少时食，哦，安尼身体用歹去是安怎？无用是好代志啊！我看这阵啊，咱身躯边这些人哦，拢会当爱顺顺利利，我心肝足欢喜的。